Elva 录这个歌的时候，专辑当中有一首歌，他录到哭，哎，哪一句话是哭点？对自己坦白，爱狠狠的还在，找朋友陪伴都抵不过你一半，找朋友陪伴，找朋友陪伴都抵不过你的一半，所以就在讲感情，然后爱狠狠的在还在。为什么可以跟房祖名讲，不可以跟我们讲？如果你是我朋友，可以私底下。我不是你朋友吗？是。我以为我是。怎么得先看一下我的 I'm so sad。你在演啊，你在演。绿茶这故事讲出来，他从此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。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爱哭哎。绿茶哭的最惨的一次是什么事情？就是他表哥不跟他一起洗澡。哇，绿茶，你多好。表哥不想洗洗澡，有直接在洗澡门外一直捶门大哭吗？后来你那天得知表哥一个人已经在里面先洗了，你在门口喊什么？开门开门啊！没有，我就叫他开门，我要去洗澡啊！反正是我妈以为发生什么。所以你情绪的转折是说，哎，开门啊，开门哦，开门，开门！不是说好我们要一起洗的吗？夸张，表哥，哎，这，对对对对，都是的。没有啊，这个然后都还谈心，好了，因为我在会场，那个情绪是很莫名其妙，真的好可怜哦。表哥在里面用身体抵住门说：“我不能让你进来。”我长大了，天哪！怎么办？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宛若，可是也对明星艺人学员不太好哎。还好，那可以问吗？可以问啊，问啊。什么问题？有保证金。我很想问这一题，因为就是毕业对啊，我也觉得蛮好奇的。谁要跟你讨论呢？这个不是一个提供工作机会的地方，是提供你一个入门的地方。那如果比如说被 Roger 老师羞辱之后，他可以要求退费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是新人的时候，我好希望，比如说资深的模特或什么骂我或教我，告诉我。我如果完全不骂他，根本不教他的话，那其实他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学生。所以你是说，你那个学院一开张第一天，你就进去说王八蛋，王八蛋，呸！然后学院就太感动了，就辱骂我。张晨鹏今天有个心酸的故事要讲，什么？他曾经被餐厅的男服务生骂哭。可怜宝贝，这是后台。光是这一描述是不是听起来很可怜？是后台的一个管理的小弟，我觉得是他跟那个男服务生的恋爱，就是他要提分手，他得不到他。对，说什么什么，我们分吧。然后还会这样载歌载舞，下来就发脾气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以前的舞者很不被尊重。就是那时候还是在餐厅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工作非常辛苦，就是一天表演两场，有时候假日还要加演到三场，然后演完了之后你还要排练到隔天凌晨，那所以在那么辛苦的状况之下，那个压力很大。然后我们就是每次要赶妆，大概只有半首歌或者一首歌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赶好衣服之后，我们要会冲出去。然后那个后台小弟好像就是挡在那个路边，然后不小心碰到他。然后就被他整个三字经什么一大堆的这样子，然后就跑去厕所大捶墙壁这样子。所以你是一边捶有一边喊一些很戏剧性的话吗？什么我算什么啊？我这么恶心，就凭你凭你阿龙也敢骂我，你这个贱人！老娘辛苦了一天，什么？我觉得你要把爱情放进去就更感人。阿龙，上次你说你爱我的。阿龙有回来吗？阿龙，盛凤不要这样了，我当时不是故意的啦。你走，把门关起来。我已经有阿姨，我已经有阿虎了。阿龙为什么叫阿虎？因为叫龙。所以你有办法做老虎叫的那个嘴巴的形状的动作吗？就这样子。下定签，一二三 ，Go！ 你在装可爱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你凭什么还跟我装可爱啊？今天轮不到你可爱，你就是要叫到痰都飞出来才对啊！我没有。好，李玉芬，李玉芬，老虎叫。
而且有咬住下唇就这样子，以为我他比较近一点。可是他们最后都还是有给我弄一个可爱的 ending。什么？他讲，他嘴巴讲，然后就等一下你，那你不能叫人家。按完会，对啊，这样很丑。可是他们应该就自然的飞掉了，他们还是有 ending 哎。我要看一个自然的。哎，真的，你没有装可爱。对呀，我没有。来一个装可爱的。好，那现在比如说朋友邀说拍照，然后但是要做一个鬼脸。鬼脸是不是？那一二三吗？一二三。有一点敬业。对，可是嘴巴还是有戏，没有看到。对，还是可爱型。好，李玉芬。玉芬快点。不用勉强，就是说照你的鬼脸的幅度就好了哈。玉芬快点，我们拍个照鬼脸。一二三，来。蛮还不错哦，陈凯旋，一二三，你是要刚接吻吗？现在那个已经是最鬼脸的鬼脸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是鬼脸吗？是啊。那可不可以，比方说在典礼上面说错话了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吐一下舌头这样。舌头只能吐到那么一点点吗？因为太长就不可爱啦，你想想看，啊，讲错了。五位歌手当中，今天心机最重的是方炯斌，哎，他搬了一个，他搬了一个大明星来帮他撑。你是把这里比照成演唱会在办是不是？是他自己要跳的。可是他今天就跟你跳完之后，他就立刻走，哎，就是专程为了你而来的。真的。就是一秒都没有要多留的意思吗？啊？就是像风一样的。就跳完了。别走啊！制作人一直说他今天跳完就走，我说是一秒都不留吗？他说就走，我说是吓唬谁呀？丽凡说他在 KTV 唱歌可以把女生唱到哭出来，这个你不会，你不会哭？我刚刚不想哭。哎，你去掉了，你犯规。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，知道了，你去了。补一下，补一下，那就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好几颗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说你的那个故事是什么？你朋友叫你唱歌吗？然后呢？我唱怎么访问？你要不要拿算盘？要不要拿算盘给我打一下？我说啊，这个计谋你计划的如何？蔡爷，你到底说说呀？后面怎么能访问真心的故事？所以两个人都是纹眉，结果不是秀眉。哦，因为我前面的眉毛。跟你讲，纹眉就是秀眉，你这边讲你是秀。哎，这样朋友跟你聊天都会很有成就感的，因为就说，哎，我交男朋友了，真的，我受伤了，真的，就是学习就觉得好像很热衷于他们的话题。他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呢？你说秀眉吗？他秀的比较含蓄，是平的。对。OK。因为你形状太抢眼，就。所以严丽婷当初秀的时候有特别注意位置吗？没有，而且化妆师说我都眉毛其实是一高一低的，可是我自己看不出来。我看有吗？好像一高一低，有吗？这边高，这边低。可是为什么要秀？这本来没有吗？就被阿姨骗啊。所以一个是惊讶，一个是纳闷，对不对？就纳闷就。可是我觉得他秀的算自然的了。对啊，他的真的很自然。对，有的弄秀了。还跟朋友吵架说明天是我生日，他说真的吗？我跟你讲是真的啊。是哦，你再给我怀疑，你再给我怀疑。在广告中跟他相遇的时候，有真的觉得说哇，正妹什么？有啊，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他就是白瘦大奶又正，然后人又好，因为安慰我不是娘家，我真的误以为就是，原来你以为那一切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哇，连哭都那么惊讶。你不要再欺负他了。好啦，其实你是漂亮的啦。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今天最轻微的啊！你去球场，球员可能会觉得你是漂亮的。哇，那个观众好投入于我们的球赛。所以你是说他跟那个严丽婷坐在一起，然后看，你说哇怎么打那么好？而严丽婷说有吗？